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我是凯莉 ，This is Ken。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还有我们今天现场也跟我们临时说约就约来的，对，瓜吉哦，不，瓜吉阿北是谁？瓜吉阿北是谁？蔡文哲，白色的衣服啊，瓜吉耶！我觉得是这样了哈。还有 Benji 哇，我们今天其实是礼拜六晚上录音、啊、就是刚刚开完票来，现在是晚上9:30，我们刚看完柯文哲的败选感言嘛，那有看了一下下，然后还有赖清德的国际记者会，对，国际记者会我们都看了，不知道在攻杀小的国际记者会。然后你们有感觉到吗？其实柯文哲他是讲败选感言，对不对？嗯，可是他的败选感言是带着笑容讲的，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哦、真的吗？你有看哦、我没有看到，你不会在骑车吗？没有，我看了一下，其实那边的气氛是，其实是大家士气是高昂的、哦。我跟你讲，因为其实实物上来看，柯文哲是大胜。哦，怎么说？你怎么分析的？不是这个，我觉得只要有正常识的人都可以立刻理解，其实民众党大胜、哦。我们不是正常人。好，没有好，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我在选前大概可能两三个月的时候，我曾经就讲过，其实柯文哲呢，从来这一次的目的都不是选赢、嗯，选赢不是很重要。就好像你看他为什么蓝白合，虽然蓝白合我们一般在批评，包含我自己在内，我都会问题比较像是在说哦，核心价值不同，你怎么可以合？可以如何如何？可是你纯粹从怎么讲呢？策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聪明的，其实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因为他那时候表现出一副就是我当副也 OK 哦，我当零号没问题，你可以上我这样子。我为什么他可以这么说呢？因为他本来这一次的选举从来都不是以赢为目标，他是要母鸡带小鸡，然后呢带出一批他的区域跟部分区的立委，然后他只要能够在这个立法院的席次大幅的扩张，那他就可以避免到像亲民党那样的那个泡沫化的危机。这样其实算是聪明的一个判断，对不对？那个非常聪明一个判断。你想想看，他这一次的选举以这个时程种种因素来看，他怎么样拼？你要拼到赢，这个对，太难了，而且资源也不够嘛，对不对？对，资源也不够，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他有老到说不能选2028年吗？不会啊，这中间除非发生了什么真的是超级难以想象的意外，就是说哦，台海战争啊，或者是车祸啊，各种我不知道了哈。你要讲没有啊？我就不用讲了。但我意思是说，除非是这种程度的意外，不然的话他一定是可以选2028年。所以其实他如果要选总统，他放在2028年就好。这一次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扩大这个民众党的影响力，他的 base。那我觉得这一次他有没有做到？他完全做到了。他们的 base 超大。对啊，他现在其实因为对不起，因为我其实刚刚都在骑摩托车，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他最后的这个。目前不分区，我记得是20几%吧，22%，对，22%嘛，对不对？你看，很强，很强的呢，300万票，300万票，很强对，很强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他已经为自己买到了一张2028年的总统大选的一个正式的门票了。那我问一下，因为其实这几天我跟 Ken 花蛮多时间在选前几天，然后去看他的什么证件发表会啊，什么柯 PTV 啊，然后我们也去现场看他的那个造势晚会这样，然后看他那个能量其实蛮高的，然后流量这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非常厉害。可是他接下来没有任何的行政职，他只是可能 maybe 个党主席，然后接下来四年会不会就是流量就下来，就泡沫化之类的，会不会？国民党都撑那么久了，国民党也没有行政职啊。可是国民党他是国民党、啊，对啊，他是国民党，他毕竟有就是基本盘啊，有资源啊，然后我觉得短期内看不太出有像这样的一个迹象啦，我觉得他再怎么说， okay. 他的这个我觉得声量还是声量还是会很强。然后我刚本来要讲什么，我突然被打断。我刚刚没有讲，没关系。那我的问题是这个好了，那就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发生宫斗剧的事情，像是黄国昌夺权之类的？我觉得虽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像这样的一个幻想，可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好，因为再怎么说，民众党他的精神领袖，他的这个地位不单单只是被党内所认可，也是党外所知道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那我想说，黄国昌要是有任何这个怎么讲呢？有一些动作了，有些动作我觉得不太容易。那我觉得黄国昌，我觉得这个人是这样了，就是说，他有非常多的优点，然后呢，他也非常的聪明。那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关注你他从以前到现在从政的一个记录。你会发现他很少打不会赢的仗哦。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譬如说，他发现区域立委他不太好选的时候，他直接说：“哦，那我不选了。”
对，对不对？他其实不太会打不会赢的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他转投到民众党来，他其实应该已经早就对这件事情做了充足的一个盘算。那像因为这一次呢，其实民众党没有选到总统嘛，我有看到一些这个可能绿营的政治小白吧，就立刻在那边奚落黄国昌说：“哈哈，笑死！现在黄国昌压错宝了吧？”我觉得哪有没有，他还是当立委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对，第一个当立委这件事情还只是一个最低最低限度他已经有的东西。今天现在是个三党不过半的情况，没有没有任何一个党过半哦。所以就是说大家期待接下来这个立法院呢要争取这个立法院长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一定需要一些协调的过程。对，那协调有可能是说啊，我动上猴梨不可能嘛，我送给你什么你要给我一个什么，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有很多可以交换的内容，那可能有些在台面上会看出来，有些台面下，但我们不确定是什么。但我只能说其实我觉得现在最能够待价而沽然后在那边喊牌的其实就是柯文哲，所以我觉得他们全党没有任何一个理由需要觉得悲伤很难过。那如果你是支持者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真的是也不用难过啊，也不用伤心啊，对对对。而且我这边是心里是这样觉得啦，就是说我相信聪明的都知道其实民众党没有输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该怎么讲，我其实很不希望任何民进党支持在这个时间点太爽。对，你以为总统选了然后选赢了，你也跟着觉得说我们是赢了，然后跟着去说哈哈笑死。没有，我跟你讲，这从来都不是他们的目的，民进党真的没有赢，而且你们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也并没有很民主。一方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是激化这个继续这种分裂撕裂的情况，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也没风度，而且事实上也有碍于未来可能更好的一些合作机会，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额外可以说的，你可以看最后我记得得票数是 40%，我说总统4%对三十几，40%，对40%对三十四，对40%对三十四，然后对上28%还是26%，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我觉得好像差不多是40%对34%对26%嘛。我觉得大家现在回头去翻一下，大概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前，就是民调封关之前的一个资料。当时呢，其实那个民调就已经是差不多这样，差不多是这样子哦。而且柯文哲当时我记得预估的数字是大概也是26-27%左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就是民众党的支持者间，他们开始鼓噪的会说一句话，就是说他们觉得媒体都被收买了。对对对对，媒体都被民进党控制了，释放出了错误的民调讯息，然后使得这个看起来好像柯文哲都快输了。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凯道上面，然后在警服门前面集合的那个声势多么壮大，这27%绝对是假的。然后那个时候你没有邀请一位就是街头有派对，街头派对的，其实这个说法我都几乎买单了啊，因为我会觉得传统民调其实不一定是说一定是什么刻意作假，可是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他们是不是做不出年轻这一派可是你看的投票。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个，我其实那个时候一直很不想讲，我要讲两个点。第一个事情是传统民调有错吗？他完全命中。街头有派对有命中吗？这次没有。没有，这次我跟你讲，我们常常讲说要理性要科学要务实，对不对？我说真的，我其实也充分的知道其实传统的民调有非常多的缺点，可是他们做这一行行之有年，他们还有学校还有教授专门研究这个学问，做论文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其实在过去而且他们不断的在实战，也就是在过去可能几十年的选举当中不断的磨练这一门技艺。我们可以从过去几次的选举也都看得到，其实那些民调从来没有失准的很厉害。可是韩国瑜那次是不是错掉？就是其实他基本上他大方向没有太大的错误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会说你今天如果问我说有一个人他去街头然后到处访问，这种在我们一般做研究的我们会说这叫质性研究，质性研究没有错。像我个人是人类学毕业的，人类学最重视的就是质性。你人类学毕业，我以为你国中毕业，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读人类学的，抽奖 honors。我读人类学的，自己有荣誉学位，哈哈，不好意思，对不起，社会大学生 ，I'm sorry， 好不好？我读人类学的，人类学其实很重视质性研究。质性研究就是说，我们不喜欢量化，我们会觉得量化有时候会掩盖一些你了解事实的那种可能性。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深入的去跟很多人对谈，然后去了解一个文化的核心，你才能够可以去做出很正确的一个诠释。所以我觉得今天街头的派对他们在做的是质性研究，他们尝试用质性的方式呢去取得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问题是你要说这个方法绝对比传统的民调要来得好，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可我觉得有个问题是因为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那个传统的媒体是蛮不信任的，再加上因为很多媒体背后都有一些你知道不同政党的背景，对，所以就会
会觉得，因为我发现民调真的是可以控制很大的如何弃保，比如说你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天是要投核还是要投科，所以难道民调真的不能好来稍微做手脚吗？这边就牵涉两点，好不好？我先讲一下，就是、其实一直以来侯友宜的民调，以理性上的一般判断，就是国民党其实再怎么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本来就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不好意思，这个那句话的意思是，百足之虫就指的支持者啊，不是啊，不是啊，就是就算他，你懂哦，我懂啊，死而不有基本盘。对，就是有基本盘很大、对不起，对不起，他的基本盘就是很大，这样子这样理解就好了。你从过去几次的选举，你就知道国民党基本盘其实差不多30几%嘛，对不对？所以你说他的总统选举有30几%的实力，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嗯、好，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不觉得太有虚假。那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在思考，因为有些中间选民可能会觉得，我就是看民进党很不爽，国民党也好，然后民进党也好，反正有人可以把民进党拉下来，我就爽。那这时候要操作弃保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我这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让大家觉得柯文哲比较弱这件事情对谁有利？我跟你讲，侯友宜吧。对，他是对侯友宜有利、他不是对民进党有利。所以他们一直在说民进党操控媒体，所以在操控柯文哲的这个民调，根本不 make sense。你知道我意思吗？在逻辑上不 make sense。会想要操控这个结果的其实是国民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常会说哦，民进党操控媒体。我其实在我选前的那个直播我有讲过这件事、媒体真的不是清白的，他们是可以被操控的，但是问题是他们被两样东西操控，第一样东西是钱、第二个就是流量。我问你，你在 TVBS 你在 ET Today 你没有看那些拿民进党出糗觉得当作是流量密码的这些新闻吗？绝对是有啊，很多标题杀人然后把民进党讲得很不好的也通通在这些媒体上通通都看得到、你怎么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就一定都是只听民进党的话？那我当然了，你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有些媒体的确就很轻嘛，三明治，这不是废话吗？因为媒体都一定是多少有一些立场上的偏差，包含他可能来自他创办人的影响，或者是说他们的确背后受到一些资金的挹注，我不知道是什么啦，反正就是一定有一些媒体其实是有些偏好的、但是问题是你要说全部都被某个特定的政党所控制，这个在民主社会台湾我认为不太可能会发生。台湾再怎么说，不要说民主啊，是个资本主义控制的社会，所以你有钱你就能够控制这些媒体。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说民进党有没有控制这些媒体，是钱控制这些媒体。而且他们为什么会做一些荒唐的新闻去试图，举例来讲好了，我觉得媒体其实这段时间里面常常都会做一些标题去误导大众，对不对？不一定是对任何一个政党有利，可能对民进党有利，可能对国民党有利。可比例上还是会有一点差啦，就是比如说亲绿的还是会写比较fair， 然后之类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我会认为，与其说他们被控制，不如说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有流量。我们拿那个谁的例子嘛，伯恩的例子，伯恩例子就很不正当。我们来看，我记得是 ET Today， 他有一个新闻是这样，他说有一个 Foodpanda 的前员工，然后、对，我记得那个标题，对，全公爆料。所以这件事情是他操盘什么的，他操盘的，他接洽什么接洽，对，他接洽伯恩的之类的，对。然后，但是事实上内文其实是在根本不是，他内文不是这样，他内文只是要说他之前在工作的时候有接洽这个工作，那他声称这东西绝对没有任何操作，对对。但是你是那个标题看起来会像是哦，有一个前员工出来爆料，然后呢，这个曾伯恩的确是在塞这一切，然后有收了钱，如何如何。然后，可是你会很有趣哦，你去看下面的留言，一半以上。只看标题就直接说啊，我就知道，早就猜到了，伯恩不意外。你看这个社会就是这么可怕。所以未来是不是会立法限定标题必须符合事实？我觉得 这很难认定，就是你直接看标题然后跟内文不能有出入啊。怎么讲呢，法律算是道德的低标啦，你知道吗？我们不能用高标来去做法律的这个限制，很多东西其实大家是要自律的。我们常常讲新闻伦理，对不对？新闻伦理我们并没有把新闻伦理的每一条都变成法律。事实上新闻系的教授他会教学生，未来新闻业从业人员新闻伦理，这是有学分的课，你知道吗？对对，如果你今天是读相关科系的话，但是问题是当然的，我知道你们想要讲什么，但我的意思是说大家想应该都一样。对，我只能说，可是实务上来看，我觉得你因为你这样就没流量嘛。对，所以大家都很有伦理的话就没有流量，所以不如没有什么伦理，不如通通去做自媒体。这个问题就有点像没有修过什么新闻伦理。其实这很糟的地方就在于说，只要有一个媒体
他们开始用这个方式去做流量，大家都会这样做、啊，大家就会跟说，因为我不能够落后嘛，对不、啊、对？对啊，太困难了，好不好？对啊对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鸡生蛋，蛋生鸡啊，哈，这种媒体养出了一些怪物观众，但是这些怪物观众也不断的呢，在吸引这些媒体不断往更极端的方式去走、啊、所以我希望所有你们喜欢看那些极端标题的，啊、记得去唾弃那些尝试帮你带风向啊，然后拉你到极端去的那些媒体。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困难？就理性上我们都知道一定要这样做，啊、但偶尔我还是会忍不住点，你知道吗？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感我感受啦，我觉得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像是那个麦田捕手，我是不是上次也讲过这个例子？对，你知道喝醉的时候吗？我什么都不记得。对，我用麦田捕手讲过这个例子嘛，就是说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这种心情，我觉得我一直在努力的，哎、欸，你们不要走歪啊，赶快回来，然后就自己被弄得遍体鳞伤。反正讲，对你讲越多，反而大家越骂你。你自己就成为那个自己下标，然后伤到自己。对对啊。那刚刚有讲到那个分裂这件事情，嗯，其实我跟 Ken 都有发现，然后瓜吉其实有 po 文嘛。对、就是、其实在这次选前的时候我一直在跟凯莉讲说，其实我一直不觉得说这一次的柯文哲支持者跟赖清德的支持者投票者内心的核心价值不会差到太多，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在我眼里应该都是台派、嗯、应该都是台派。如果今天你用蔡英文当时最广义的定义的话，因为台派这个说法当时是爱台湾的人都是台派啊，对啊，其实是喜欢这个土地都是台派啊，对 对, 对，所以在我眼里应该是这样子。嗯，我觉得相较于就譬如说国民党可能有一些人他根本就是觉得我们跟中国统一更好或什么之类的齁、嗯、那我觉得其实我不觉得这个柯文哲支持者有这样想。我也不觉得、啊嗯、对我也不觉 得, 不覺得先不要管那网络上的智障言论好，因为两边都有，对对对。可是我们其实花一点时间滑了很多双边的支持者，然后大家都一直把对方骂智障，对对。然后比如说就是绿营支持者就一直说啊，你们柯粉都八九啊，都是白痴啊，都没脑 啊，全部都是搞清政治，都没有在关心政治啊，或者是上街就是都是体臭味啊，就是你知道，对，或者都厌女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对，可是我们上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对，因为我们两边都去就不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来讲，像这次选举结束嘛，然后我就有看到有一个也算是柯文哲支持的媒体，他发了一篇文章，他大意上是在讲说这次的投票人口好像是有1900多万、嗯、然后这1900多万当中呢，其中50岁以上的人口占了900多万、嗯、然后他意思就是说都怪这些人。然后你知道吗，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他们我们以前在太阳花的时候好像也会讲这种话。对，可是我先讲这有好多个解读的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在于说，那50岁以上的人他们都是支持民进党吗？也没有 啊, 不可能啊，当然没有啊。而且你已经50岁以上了，你是觉得自己快被骂到了？他没有吧？我我今年49了。对啊，还没啊。对不起，对不起。他50的话， 50的话他一定会拍一个 YouTube 之类的，那种大企划爆破之类的吧？他其实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事实上，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都是骂老蓝男，对不对？对啊、所以就说什么，你今天所谓的50岁以上，我认为其实国民党支持者绝对还是占比较多的多数啦。你今天我们看到剩下国民党还剩下了30几%，你以为他里面会有那些30到40岁之间的中壮年吗？我看也是蛮难的，好不好？除了一些脑子很特殊的，我觉得不几乎都没有了。嗯，对，我跟编剧其实我们三个那个造势场昨天都有去。然后真的年纪最高、嗯、真的年纪最高的是板凳最多的就是国民党，就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全部都是坐的，他们就是有足够的椅子让所有人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人没有办法站，对啊，真的是这样子，非常厉害，对，而且很多人走路是腰是90度，因为真的太老，真的太老，超多，是真的，真的超多，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民众党支持者他们在讲这个理论的时候、嗯，觉得他们输是因为这些老人的原因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他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其实对标对象其实是民进党、嗯，他们并没有在讨论输给国民党这件事情，嗯、他们讨论是输给民进党嘛、哦，对不对、okay ？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他们其实不是输给那些50岁以上的人，他们是输给台湾的中壮年。嗯，也就是说，这些中壮年，如果你是要讲说，因为这些中壮年的人呢，哦。
他们因为年纪太大，然后老还癫，哎，没有壮年老还癫。他们其实你要反过来想，他们很是一些不但受过高等教育，嗯，而且呢，他们其实也在社会上就是可能已经工作了很经济支柱啊，经济支柱，然后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其实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现实面，可能也有一些更深入认识的一群人。所以你如果今天单纯的划约说，哦，这是老对年轻人的战争，我觉得不完全是对的。嗯，那你没有真的解释到这个问题。对，我觉得有以前有一个人，我忘是谁，反正就是明初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哈，中国思想家，年轻人是社会的良心。这句话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年纪大的那一群人，然后譬如说像我们已经被社会鞭打到了，算了。对，我们会有一种就啊算了，搞何必在那边坚持那么多呢？对不对？可是你这种年轻人，他们满腔热血。你看，好像譬如说五四运动啊，或者是中国的六四啊，抛头颅洒热血的，对啊，都是那些白纸运动那些都是啊，都是那些可能大学生啊，或者刚毕业的那些家伙，因为他们心里觉得我 nothing to lose。其实他们的死对社会是最大的损失。可是他们自己本身却看得毫无价值。所以他们才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现在其实我觉得同样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民进党支持者你们必须理解的一件事。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去取笑柯文哲的那些支持者，我觉得是很不对的。因为你要想，这些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是抱着同样的心情，他们现在觉得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社会僵固的强权，然后他们说了什么？要把国家夺回来。对啊，其实我跟凯莉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民进党在他们眼里就是我们以前眼里的国民党嘛。对啊，因为在他们眼里，他们八年来就是看到民进党执政嘛。对，他们毕业以后就觉得说啊，我现在是赚到钱啊，房子木起啊，然后就是明明就是很多毕业媒体啊，确实也是中嘉案就是不好看 啊，就是真的有一些他们很想要推翻的东西。那柯文哲也确实没有传统的那些派系啊支撑嘛，所以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我跟 Ken 上街。看到这个那天在凯道，就是柯文哲的造势晚会，真的蛮有当初太阳花的精神。就我觉得大家就带了很多的道具 啊，然后而且好多人携家带眷，好多人带小朋友去，很多人推着婴儿车，然后到现场，然后现场就有很多人去自发性的喊口号，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活力是真的，大家很有热情。对，就那些人他们想要试图改变些什么？对，或许你说是不是很务实？可能不是。对，可是他们就是满腔热血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老实说，真的会让我们想到十年前太阳花。对啊，然后其实后来那个 Ken 有去那个民进党的造势活动，那当然有老人也有年轻人都有，那边什么都有，对，什么都有，但是这比起来一定是没有像柯文哲他们那么的活泼，然后又有很多就是娱乐活动。 我坦白讲只有一个原因啊，什么？因为赖清德能够呼唤出来的热情就只有这么一点，所以是赖清德的问题。 我觉得是赖清德的问题啊，为什么好讲的、啊、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就看到一个铁身绿的一个民进党女性支持者，是我的朋友网友，他今天下午投完票之后，他就发了一篇文章，我直接引述他的原文，干破你娘的赖清德。他是为了萧美琴投的，是不是？他说我忍很久了。现在已经四点了，反正我讲什么都没差了，我前面人都在忍，干破你娘的赖清德。哥，我们刚刚有看那国际记者会啊，就是赖清德讲话真的很烂，然后一直绕，然后一句话都不给萧美琴讲，那萧美琴在那边就一直有一堆表情，我可能超意，好，我可能超意，可是我自己觉得萧美琴觉得他讲的不好。我超意，我直接说我超意。我萧美琴的脸臭到我们一直说快截图，你超意，你超意，你超意。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很多人会以为说，譬如说假设像我现在这一次，我还是把票投给赖清德，虽然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最好的人选，可是我觉得我是考虑了很多方的因素，并不是像大家说的哦，因为你始终不管怎么样，你看到绿就给他把票给盖下去。没有，我说真的，我很期许一件事情啊，我希望还有四年的时间，柯文哲呢跟他的这个团队想个办法，赶快说服我。我说，所以我不是说私下拿了一千万说，邱文杰，请你下一次，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叫你出来选立委，你就上了，你放不把你放不分区。我现在我看之前我不能讲，但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可以讲。我跟你讲。其实之前时代力量就有找我去不分区啊。哦，时代力量找很多人啦。可是时代力量这次不分区好像没有的样子。对，他们没有没有没有。但我说真的啦，我好算我不想解释。然后民进党其实也有找我去选区域啊，但是我都拒绝啊，我没有一个有答应。Okay, okay. 你知道为什么？你看啊，如果今天我是真的想要有资源的地方选，民进党找我去我就不去了。那我可见资源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影响。那民进党找你去选，然后时代力量找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有。
理想性的、嗯、有理想性的找我去，我也没有接受了、嗯、所以就表示什么，不管是理想性还是是有资 源的，我都没有要接受了啊，我怎么可能会接受民众党，民众党他拿什么跟我交换他给我什么东西我想不出任何他可以给我的价值是别人没办法给我的。Oh, okay. 好，那这边很有说服力。好，这边我先跟大家分享，因为今天再怎么说是百灵果 news， 那这是一个新闻我要跟大家分享，可是这非常有趣。这是在去年年底，然后有一个美国的研究，那大学研究，他们就研究 social media， 就是大家在社群媒体上面 po 文，到底有没有办法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或想法。尤其是就过去一段选举，我相信非常多人就是在不管在脆，现在年轻人好像叫 thread 叫脆嘛。哦，对，我对这件事一直都不能接受。明明是串是吗？不是、啊，我是脆，因为 thread 叫脆，不然怎么念？怎么念 ？thread。脆，但为什么叫脆？因为很多人发不出来 thread。我跟你讲，这而且他们真的是因为发不出来。我曾经跟别人讨论，就像 YouTube 一样。我解释一下，这是有一个这个逻辑。像比如说，我问台湾人，我讲地下一楼、地下二楼会说 B1、B2。我问你 B3， 他怎么讲 ？B3。对。他们不会发 3，因为 3对台湾人来讲太难发了。你是不是看悲剧看起来像是发现新大陆？台湾人不会发 th 音。TH 音相对是费力啦，那台湾人讲话喜欢黏在一起嘛、thread 都是脆脆脆这样子，对吧 ？Anyway，、不管大家就是在过去这段选举期间，不管在个人的 social media 上面或者各种地方，很多人会试图要拉票嘛，或者是去跟别人比在 social media 上。可是美国有研究指出说，这种东西其实并不会影响到任何人的 opinions 的。你就是你发文，你想要试图改变别人的话，你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的研究指出哦，说。你不管怎么发文或怎么留言都不会改变任何读者的 opinions， 你会改变的只有你自己而已。什么意思？就发文的人你自己的 opinion 会被加深、就是说 social media 的设计其实是会让人会有强力的情绪，所以你那时候才会互动嘛，就是你看到情绪很强烈的时候才会去那边海巡或什么的，就针对瓜吉、那尤其是你看到没有很多人在 share 或 like 或 comment 的时候，那你自己的情绪也会被扩大，所以就是到最后就是你的情绪很扩大的时候，你就再回去就变成一个 vicious cycle， 你就在那个仓鼠圈里面一直跑了嘛。但是这就是 social media 本身的设计是这样子、所以拉回来说他们设计是这样子。那假设好，我们拿一个 example， 假设我 po 了一个东西， po 了一篇文说肥肉卤肉饭才是最好吃的，剩下瘦肉那些都是邪道，然后我看到1000个人来分享跟3000个赞，那我看到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会加深这个想法说真的肥肉才是最赞的，其他都是不对的。好，那你这个想法原本可能只有5分而已，现在被扩大到10分。来、okay. 好，那这个叫做 social affirmation， 而且你的脑袋同时收到这么多人按赞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脑袋被打药了，就是会分泌脑内啡嘛，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可是如果你发了这个文说肥肉卤肉饭最赞的，有下面的人就来跟你吵说你这个人是智障，瘦肉才是最赞的，你这样是错的。很多人在跟你吵架的时候，然后那个瘦，然后在骂你的那些人，他们得到超多赞，那你就会觉得那些人都是侧翼，然后你会开始跟那些人对立，你知道吗？你就没有办法开始理解那些人，所以你反而会两边的人会越拉越远。所以只要用社群就越来越偏激的意思吗？对，基本上他说就是你在社群上跟人家想要聊天或说服人家或跟人家讲道理是不可能有用的。事实上大概我记得在差不多5年前10年前吧，我就看到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很类似的看法。就是以前的人都有个幻想，就是觉得说我社群网络的出现有助于大家沟通门槛的降低，然后随时的各种多元的意见可以让更多人去理解。然后但是经过了10年的网络黄金时代，很多学者发现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事情啦，因为他那时候有解释这件事情，他就说其实网络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假设我想一个极端的案例，假设我是个恋童癖，我以前可能不会大方的跟别人讲说我是个恋童癖，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个性癖太黑暗太邪恶了，我要是给别人知道我会打入那个18层地狱。但是网络的出现，你会很容易找到一个很阴暗的小角落，那角落全部都是恋童癖。你跟那群恋童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我可以在那边分享小朋友的照片，但是问题是呢，我大家都还会跟我比赞说哦好棒，这个好货啊，好料，明天再多分享一些。然后所以你因此就会觉得原来恋童癖并不是一个需要隐藏的性癖。所以事实上就是网络的出现，它反而使得一些极端行为变得更加严重。对。那我拉回来那个研究最后他有讲到说，所以
在网络上这样子，其实会让对方立场不同的人，到最后你是变得到最后是无法跟对方沟通跟理解的。那为什么这么糟，大家还要一直在网络上 po 文呢？因为 social media 它就会让你觉得说，如果你在上面 po 文的话，你好像在对某些议题有做一些事情。Right? 因为大家都想要说哦，对这个议题有贡献，像是假设乌俄战争发生了，或者是假设某些大事发生了，大家在那边发文的话，就觉得说哦 ，I did something， right？ Okay. 因为那时候太阳花，我们就这样子嘛，对 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哦 ，I'm empowering myself， 我帮了这个世界做了一些事情，因为在上面发文，所以可是你知道吗？变成一个毒药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撇开我海巡的跟吵架那部分，对不起，我先解释，我先解释。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很受不了一件事，就是我会看到有一些很极端的，不管是明星、很民众的支持者，他们都会表达说，我如何努力的分享他我认为对的文章，所以我对于我支持的事情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每次会有一种，你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吗？然后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前阵子我被一个网友批评，就是他其实并不讨厌我，他其实某种程度是支持我的，支持我的某些部分，然后他也喜欢我。可是他觉得我的政治表态方式非常的没有意义。他觉得说，你如果也支持苗博雅的话，你应该花更多的力气去 promote 他，去说他的好话。我觉得你做的不够，他觉得我不够挺苗博雅，然后他谴责我。我就问他说，那你做了什么？他说我每天都在分享他的文章。我心里想说，这有个屁用？你要知道，苗博雅这一次没有选上，我一直都认为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什么原因？是因为她是女同志吗？不是，不然是因为我觉得已经是一样的吗？是因为你经常挺他吗？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像这一次哈，台北市有几个就是属于竞争比较激烈的选区，都是那种比较新人参选，同样就吴佩益好了，在中正，吴佩益选赢了吗？吴佩益选赢了，他在那个中正万华这一带，然后他其实赢了。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第一个他的对手钟小平真的是个垃圾，所以其实他赢就真的太荒唐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吴佩益呢，在地方我觉得也算是有认真在经营，所以我觉得地方他有一定的实力。可是因为他很年轻，他的政治经历可能搞不好还比苗博雅少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情上，两个可以说是伯仲之间。我觉得他赢在哪里？赢在没有人认识他啊！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民众党的支持者在苗博雅那区，可能票就不会投给苗博雅，因为苗博雅的仇恨度太高了。对。是因为什么议题？是因为 face 议题，所以很容易被提到。不是 face 反而不是问题。我跟你讲 face 哈，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只有极少数极端分子在上面吵得很激烈，但事实上大家没有那么在意的事情。对，投票不会那么 care。 我想真正的关键其实是我都会这样分析啊。我认为苗博雅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分水岭是在公务员上班偷 po 文事件，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啊？好，我知道，叫他念出来嘛。对对对对对啊！什么？来，我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哈。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公务员，是一个科长，然后呢他利用他上班时间在 PTT 上发文，然后那时候主要是发文是在讲一些我记得是在讲交通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总而言之他顺便批评了一些他觉得心目中可能左交啊进步的一些议员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没想到因为他的 IP 啊还有他的一些这个被人家肉搜出来了，然后后来就抓到是这个科长，那个时候苗博雅就要求他到那个台北市政府的委员会里面接受质询，然后他就到了现场，然后那时候苗博雅呢立刻就是请把那个他写的那篇文章印出来，然后叫他当场念出来。Okay. 他用了一些方式就有点像是羞辱他了。那我必须要讲这第一个点，那个科长本身真的是做错事，他在上班时间然后发一些这种可能有政治目的的文章，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得被谴责的，甚至不好。可是我觉得其实苗博雅在当天我认为表演性又做太强了。我觉得他终究也不过就是一个市政府的科长。他当时把这件事情呢提升到就是说他是柯文哲网军这件事情。那我记得 对。然后可是其实我觉得站在一个我个人啦，我也当时也是市议员，我就站在旁边。我认为他其实就是你知道台北市政府有8万名公务员。然后每个公务员有不同的政治理想，非常可以理解。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老板超好的，然后去挺他，我觉得这个不奇怪吧。然后如果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就直接引申到说他其实是收取了某些柯文哲的好处，然后呢在网络上散播对他正面的文章，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太，我觉得这个连结其实是有点牵强的。他之所以做这件事情，完全只是为了要把柯文哲给拖下水，然后因为他那一天羞辱那个公务员的方式呢，其实非常的强烈，民进党的支持者都大呼，就是说苗博雅真的太屌了。然后因为那天我也在现场，我就坐在苗博雅旁边，但因为我不太认同
苗博雅，你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所以我没有，我没有参与整件事情。结果我在那个直播上，其实还有直播结束之后，我被很多的民进党支持者骂说：“苗博雅这么努力，然后你在旁边什么都不做。”然后我心想说：“嗯，大家有骂你的表情管理不好。”然后我当时心里想说：“哦，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这样解释。好”好 ，OK。但是问题是我其实认同，就是说这个人是要是不对的，他做的行为是不对的。然后从那事件之后，柯文哲的支持者，对他仇恨值很高，仇恨值超高，真的、哦、这件事有影响这么大。我跟你讲，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柯文哲从此以后就不跟苗博雅讲话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怎么成？可柯文哲好像还是愿意跟你讲话、欸，对啊。可你也会咨询他，因为我好，就咨询的方式，你想要戳我什么点？对不起，我随便戳，好无聊，无聊、欸。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其实那个当下就是说，因为以前呢、啊，我们当然其实台北市议员，其实大家都要咨询柯文哲嘛，所以攻击柯文哲的各种，不管是有道理没道理的话，其实也超多，柯文哲也听多了。王世坚羞辱柯文哲，羞辱还不够多吗？他羞辱他八年呢、欸。然后我跟你讲，而且王世坚羞辱柯文哲的前四年、前五年，柯文哲都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生气，他真的有一种就干你在冲他笑。可是最后三四年，他根本都是笑着收他的礼物，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伤害力，他也知道就是你只会做这些事情，还好吧？我觉得柯文哲的态度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那时候苗博雅呢，其实算是质询战力非常高的，他常常都会真的是命中要害。对啊。那柯文哲其实有时候面对他的问题呢，也会认真回答。然后，可是问题是在最后那一年，就是因为这个事件之后，柯文哲都是用赖皮的方式在回答所有苗博雅的问题，他完全都不正面回答，他都讲一些就问你民进党的老板啊什么之类的，讲一些那种很垃圾的干话，他完全就是没有要配合的。我觉得在那个事件之后，苗博雅其实我觉得他的仇恨值有点堆到太高。我自己的直播上我有这样分析过，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对他讲有一个意义，是因为他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一个身份，可是又想获得民进党支持者的这个认同，他本来就要在这部分表现得很强一点。然后你要知道他那个选区其实还有很多民进党的老议员，像是那个简淑培，其实他过去呢也是质询柯文哲非常凶狠的一个这个战将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呢，他媒体知名度没有像苗博雅这么高。那后来因为他们这次要礼让苗博雅，而且苗博雅不入党，你注意看这一次有几个年轻人都没有入党，没有都入党了。曾文学有入吗？无党籍哦，曾文学无党籍，他是无党。OK， 所以他某种程度也算是想要维持自己一个理想，才会不入党，或者是独立的身份，他独立的身份。那你要知道，他当初民养在大安区礼让的时候。简淑培是直接公开发文干掉的、欸 wow. 他是公开直接讲说 What the fuck 这样，对 What the fuck。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这一次的提名策略本来就有一些我很难说，因为我不是在局内的人，所以我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是地方上很有意见的提法，譬如说像大安区可能他们有一些比较有资深的议员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是苗博雅、哦、难道我们在这边耕耘了这么久啊，再怎么讲我也是同党的，对，为什么要让一个党外的？那像譬如说黄杰也是有入嘛，对不对？那黄杰他其实被他本来应该是凤山，可是他被派到别的选区去选，然后可是因为在高雄的那个选区呢，本来民进党就比较有利，所以派去的人都有很高的机会会赢。那那边又有其他的老议员在、所以其实地方人士都会有一种你这个地方，因为你知道大安区是很难选的地方，所以老实说，今天真的派简淑培来，我坦白讲不会赢啊，因为他的仇恨值又更高了，媒体知名度又不高又不多，所以我觉得他会更难赢。但是你是在高雄那个地方、啊、实际上来说就是那里派谁都很容易赢啊，啊，为什么不给前辈机会，而是要给一个外来者、我虽然其实也觉得黄杰是很好的人，我对他没有任何的意见啦、可这个安排的确在地方上是会有人闲言闲语这样子，是不是要想要打一些年轻牌？因为赖清德毕竟吸引到年轻人比较少，也是吧，但这些年轻人都被派去最艰困的地方，只有黄杰那个选区是轻松的，然后也只有黄杰选赢，其他全部全军覆没。有啦，那个吴佩益也选赢了。哦，吴佩益也选赢了，对，吴佩益也选赢。但吴佩益他本来就是民进党，而且他本来就是有相当政治背景，然后也从事政治工作有一段时间，所以你要说他完全就是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年轻人，然后呢加入民进党参选，他应该不符合这个条件。那你会觉得这一次就是？网络上就是柯粉跟就是民进党偏侧翼好了，就这样直接这样讲，极端支持者，两边的极端支持者互抹的情况，就是分裂的情况，你觉得有没有一些阴谋论？我自己的体感是觉得这远远大于应该要有的分寸，因为大家骂的我觉得都蛮难听的，我都觉得有中共的势力在里面的，已经把柯文哲粉丝当作韩粉在骂，对。就两边，两边，我觉得这两边就是这样，是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我看今天开票，然后我随便转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哦台视啊公视啊随便啊，你就看到大量的柯文哲支持在那边留言，留言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柯文哲的支持度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高，对，他们直接就开始诉诸什么，就是说什么移民啊。台湾完蛋了、哦，这个我有看到、欸。然后呢，没有这么简单，真的。我今天随便发了一篇文章，其实也没有讲什么很刺激的事，单纯是说我要去骑摩托车。下面也是有一个柯文哲支持者直接问我说：“请问一下，对于这次有坐票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他已经不是问我说有没有坐票，他是以有坐票为前提跟我讲，他还附上了一个影片连结，大意上就是在讲说、哦：“我跟你讲，这开票有问题 啊。”这个我没有收到，各差100票嘛，就是记录。错的一个，对对对，但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其实，在选前就已经有不少人在传上一次选举的，可能说怀疑是有坐票的一些状况的一些影片。你有看到网络上是还有 YouTube 频道，是那种你可能名不见经传，但是可能刚刚出来专门在讲政治题目的，他就有说最近蛮多这种，最近很多这种东西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哦，然后就讲说台湾选举当中的有坐票嫌疑的一些状况。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在柯文哲支持当中，就有一群人开始讲说，其实台湾的选举一向都非常的不公平，充满了黑箱。好，现在是录音的隔天早上，那我回家以后一直看了非常多很多人传来的那种各种监票影片，那看起来有一些真的有点问题，然后我猜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们开票的过程会比较随便一点点，所以没有 follow the rules that closely，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被检举跟提出来检视的地方。可是我记得太阳花那时候刚结束，然后很多人也有去监票，那也看到一些奇怪的行为，那大家都有提出来。可是我还是希望说大家对民主体制要有信心，就是有问题大家一定会纠正去检讨，然后去把它改正 right？ 那而且我们也去问了一些曾经当过选务人员的朋友，那他们有说其实现在要做票其实基本上是非常困难，因为旁边有非常多人在监票，很多人在看，然后再来是不是所有的票务人员大家的政治立场都一样，你真的要帮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做票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选务人员都超累，他们可能从早上六七点一直会工作到晚上七八点八九点都有可能，看那一天开票开多久，所以不小心喊错话错都可能。可是这种事情一发生，旁边监票人员或其他的工作人员都会直接跟他说：“欸，你这边做错了，重新来。”而且到最后再还会重新重点一次，所以整个过程是相对的比较严密。像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影片，可是就只有放出问题的那一段，那后续他们去纠正啊什么的，其实就没有后面。理论上会有后面那一段，那我们就先等一下看看，让子弹飞一会，那有问题大家一定会去检举，那之后有什么 update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就阴谋论很多啦，阴谋论很多。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你看、哦、其实这次选举结束，然后民进党虽然赢了，可是问题是我们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对啊，那个种子叫做说台湾的民主是有瑕疵的，有问题的。对，我只是想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我认为柯文哲跟赖清德谁是比较好的总统人选，这个真的是在民主社会一个非常可以讨论的问题。对，欢迎大家讨论。对，你知道吗，我也不会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你的想法可能才是对的。嗯，但是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在这次选举当中很多极端的那种互相攻击，我现在在讲不单只是可能譬如说柯文哲粉丝，或者甚至于包含我觉得民进党极端支持者也是、嗯、你会发现许多蔓延开来的阴谋论不断在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主没有那么好。对对，这一次我看了好多这种言论，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对，我跟你说我真的不相信这个完全没有操作，所以我只能再次的请求大家就是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相信支持赖清德或者是支持柯文哲的人也都是为台湾好的话，我们可以针对我们要选的那个人去吵架，可是我们不需要针对那些支持的彼此去有那么多的这种仇恨啊，莫名的仇恨，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我们都是台湾人，我觉得我们一直就是忽略掉侯友宜的支持者，他是不是也不太好？467万，我们刚才一直说两边极端两，可是明明就是三角度选举。我必须说啊，昨天我真的超不想要去侯友宜那边的，因为有点远，要走20分钟。可是 Benji 很坚持，我们要感谢 Benji 叫我去，而且你们又去国民党的竞选总部，你是说还不错？对，我也进去了国民党，我这次三个竞选总部也都有去，真的。我这样说好了，嗯。我的感受啦，就是说老一辈的我就不讨论，老一辈他们其实支持国民党可能有很多他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还有历史背景之类的，我相信你们一定家族都有很多支持国民党的长辈、哦、但是人超好的，当然当然、啊嗯嗯嗯、我们我这一辈、嗯、我这一辈
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这一辈，我身边还是有很多支持国民党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们脑子也是很清楚的，他们有他们的逻辑，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华民国派，然后所谓中华民国派就是说，我也没有想要被中国统一，可是我坚持中华民国的立场，哦，其实也不少这样的人哦，对，可是我的观察，到了二十到三十岁这一代，我因为我现在这是直性，不是科学的调查，对不起，就是非常的身边的观察哈。瓜吉有派对，对，瓜吉有派对。二十到三十岁，如果我有遇到任何就是表达说，哎、欸，我是国民党支持者的，他们通常都是很恐怖的人。哦，怎么说？就相对非常极端的人嘛。真的吗？要不然就是个性极端、要不然就是脑子有问题。个性极端呀呀、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这些人我连想要跟他讲话我都不太愿意。这么严重 ,Benji 你身边年轻人，因为 Benji 是十八九岁，对，你身边有没有国民党支持者的同学？挺多的。那他们的立场都是什么？你有去聊过吗？居然挺多的。对，你是从哪来的？因为我高中是读台北美国学校，然后很多国民党的他们的后代、他们都在美国学校。对，基本上主要是我觉得偏向两个，一个是中华民国派，另一个是自己家人在大陆有利益，所以才会他们会觉得啊，亲中比较好。对对对，就是对，就守护自己的利益来讲。确实支持国民党比较好。那你觉得他们会很偏激吗？哎，不会，我倒是觉得还好，因为反正他们主要都是支持者都会去美国，就是都打国外，对，到最后打仗，到最后都会住美国，到对，反正打仗的话也不会在台湾，真的哎、啊，我认识国民党支持者，我觉得很有趣一点，就是我觉得我看台湾就是政治，他们辩论很多都在国族认同的身上，但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那个阶级问题，其实有钱人他们不用管。是不是要打仗，他们就直接去美国买、就是买身份、然后就可以搬过去了。真的要打仗，那些是比较经济上比较弱的一些人，就是他没办法搬出去台湾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看台湾的选举，我就是都会用这样的角度去看，然后都觉得得出的结论都是相对一些一般政论节目得不出来的。对，我是觉得这挺有趣的。我觉得 Benji 的说法呢，不影响我的观察，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那个是金字塔顶层的后代啊。对啊，对啊。第一个，他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取样环境当中，在美国特别关学校，然后他们讲难听一点，他们都是一群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是基于守护自己个人的利益，所以做出了像这样的选择。所以站在我的观点，那也就不是特别好的人。那所以，所以。没事没事，就是没事没事。我不是说他们很坏，张壮年的良心啊，应该说这是人性啦，这是人性而已、对啊，还有家庭背景啊，对啊，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就是跟中国做生意，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他们要遇到真的大事，像类似他们的太阳花，他们可能才会跳出来吧。对啊，你看要不是那时候台湾有太阳花，现在国民党支持者我们这个年纪的一定超多的、啊、没有。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民进党 call 不出人来源，就是 calling 不够。我问你如果你这次要把人再 call 出来，我觉得上次在譬如说以蔡英文那个时候上一次的选举，对啊，你有反送中啊，他有反送中，还有韩国瑜，对，他那个 calling 很强、啊、我们那时候感觉到那种危机感，是全台湾人都必须要团结起来，不然我们无法守护我们的自由跟民主。但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大家相对之下没有这种感受，可是我觉得没有这种感受也是很恐怖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的威胁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事实上他们什么军机绕境还变得更多了。 对投票今天还是有来嘛。对对、啊，他们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可是事实上你觉得这次跟选举跟上一次选举有一个很巨大的差别，是年轻人普遍，我觉得这也是很恐怖的地方，他们都会说啊，又在卖芒果干。然后他们会觉得卖芒果干这件事情本身其实非常的蠢。某种程度上我也很讨厌任何人贩卖恐惧。其实我也蛮讨厌的啊，说实因为我觉得现在反共中共是敌人，至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共识，然后可是不能每次选举就一直提这件事一直提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内政也是很重要，而且年轻人感受到的就是内政啊。我懂对啊，但是问题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其实我也同意，就我刚刚说贩卖恐惧这件事情我觉得超不好的、但是我其实也心里会有一个恐惧，是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也是一个有意操作的结果，它使得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在乎。我讲的当然不是你们，我相信你们还是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程度的警觉心，可是我指的是如果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普遍就很单纯的接受这个资讯，就是哦，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刚刚讲说这一次的选举投票的时候，不是很多人说干脆移民，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就说那我不会为了赖清德去上战场，我看到很多人写这个、真的哦、我看到很多是移民，可是我觉得反而会写移民这个词对我来说很奇怪，因为台湾人很少在讨论移民这件事情，
反而是都是中国人在讨论移民。我不是说讲这个都是中国人，没有，他们讲移民这件事，我觉得很多也可能是为了泄愤了，就讲一讲而已啊，讲讲啊。像比如说他讲说，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一大波，他们都在讨论，就是我不会为了赖清德上战场，或者是要上战场，老人自己去上战场，这些老人就给我拄着拐杖上战场吧，把钱抹成什么老人，就是我看到一整波都在写这些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想，其实这件事情他不断在削弱台湾人对抗中国的意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也很恐怖，因为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在这次的选举，尤其在柯文哲支持当中，他们不断的会说民进党只会操作中国的议题，对不对？可是譬如说举来讲，他们会说沈柏阳、铺马哦，他们会把它拿来当成是一个取笑的对象。哦，是哦，哇哦，你不知道吗？不知道啊，我一天到晚都有人来问我说，哎，你有种讲一下，你觉得黑熊学院怎么样？他们其实很希望我取笑沈柏阳。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们很爱铺马，我们很爱铺马，但我对他就是那个黑熊学院最近 po 那个 missile 不是飞弹，有很多其他解释。这个文章我有蛮多意见，但请继续说。那没关系，我那时候其实看到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在玩手游的时候，不要抽卡一个小时，然后手游抽卡的时候，我们常会有年轻人常会有一种说法，就是你是非洲人还是欧洲人？听过这说法吗？对对对对对，对，你是欧洲人就表示你抽到好卡。你是非洲人，意思说你运气不好，抽到烂卡，有点隐晦的种族歧视。对对，有点隐晦的种族歧视。可是我觉得其实它符合我们其实现实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它并不是说非洲人不好，它单纯是讲说出生欧洲，其实你可能社会福利啊，然后自然环境啊，什么就是比较好一点点，就什么东西比较好一点。那我觉得你今天抽到台湾，我说老实话，它就是一个有可能比非洲还烂的卡。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你要顾虑的事情非常多，你还有战争上的风险，全世界前三大有战争风险的国家其实就在台湾，我们面对一大堆的挑战，我们一出生眼睛一张开我们就需要面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也觉得我们生活的算蛮苦的、啊、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需要面对的挑战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不就是中国吗？那如果中国就是我们最大需要面对的挑战的问题，可是却一直有人在告诉你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天哪，这个是对的吗？因为对我的解读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而是在他们眼里，我自己解读会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 that's put that aside， 然后 that's 就是可以讨论一些对，就是内政的问题，就相对其他问题、啊，因为大家不想要把这个东西当成提款机嘛，每次选举到了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议题来讨论。我自己的解读会是说，大家对这个东西就是抗中很重要， number one priority， 可是房价都买不起的时候，边边来可是我来来，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赖清德他谈了多少次中国问题？他的政见有多少包含中国问题？很多嘛？没有，没有吗？我跟你讲，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国防，你去搜寻他的政见里面跟国防军事有关的零，他完全没写。他不是说维持蔡英文路线？那对，他就是说维持两岸和平、啊，他只有这样，他其实没有在这方面任何琢磨。你知道写最多的是谁吗？谁？侯友宜。他写的条数跟国防有关的是最多的，完蛋，因为我们没有在关注侯友宜在写什么。然后唯一有提到军事预算的是柯文哲，他说就是要把它提升到 3%， 虽然现在已经差不多是 3%， 所以这有点像多讲。但是问题是你看 我想要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民进党有在卖中国这张牌吗？我是觉得撇开 missile 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还好，但是民进党本身它的核心价值之一就会让人觉得他们主要就是在讲中国议题。那有什么关系？那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就在于说今天难道我要把中国的问题全部都讲到不存在吗？我觉得其实讲中国问题，我觉得顶多是你如果只讲这个问题会让人觉得很烦，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到不能讲。我觉得弄到一副就是我只要讲中国这件事情就说啊你又来了。好，那我们很认真来看，我觉得赖清德政见其实没有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写得很混，但是问题是也不能讲混啊，应该这样说。我觉得他政见发表会不知道在攻杀小啦。没有，我现在我觉得那个是演说能力，所以我不把它当作是政见。了解，因为政见是他们政，因为你知道吗？我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政见是自己手写出来的，一定是一个团队嘛。一起大家讨论出来的嘛，怎么讨论出来的？然后呢，这个主角占多少成分？我想简单讲，总统有总统的写手嘛，对，就像我也有我的写手嘛，对不对？这很合理啊。那他就是跟他的这些写手们讨论出来说，哦，我的政见要放这些东西。他的意志占多少？哇，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政见可以算是他觉得他拿出来端在台面上给大家看的东西。那我们就来看赖清德端在台面上给大家看的东西，其实军事这部分超少的。
他其实真的没有花很多力气想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说他写的不好，是因为我觉得他提出了很多要做的事，可他绝大多数都是说，哦，社会福利我要做哪一件事情，两性平权我要做哪一件事，他就条列式的把所有东西都写出来。可是事实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做了这件事情对台湾有多重要，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解释。所以我觉得变成说，我觉得有点像在教功课，就他写的内容很多可是就有点像是你周记写很满，可是全部都是在塞垃圾内容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是让人觉得很不爽的。那侯友宜是写得很莫名其妙，他有很多政见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因为赖清德的我还虽然他没解释，可是我还猜得出来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用猜的。但是侯友宜完全是不懂。然后你知道吗，举例来说好了，侯友宜他有一个政见是跟国防有关的，叫做什么陆军冠校百周年纪念。哈，他要做一个盛大的百周年纪念活动，在政见里面，对，他写在政见里面，有看到，我看到的时候，你说他要挽回的这些人的票真的有这么多吗？那些陆军官校的人还这么多？而且我跟你讲，侯友宜政见有一个最荒唐的地方是，跟金门有关的政见有多达5条。什么我要把金门变成是两岸医疗中心，我要把金门怎么样设立什么什么什么，其他县市没有任何人有独立写，只有金门写了五条。我就问，就是他是要选金门县县长吗？可是他们金门的票本来应该就蛮多的耶，为什么还要这样子？我的猜测，因为我刚刚讲嘛，我之前在我的那个直播里面我有这样猜测过，就是政见一定不是一个人写，是一群人写，然后就陈玉珍在团队。对也是很照顾自己的选区啦，合理啦，就陈明说，哎，我觉得加这一条吧，哦，好好好，给你加。赵少康都没有出来阻止一下，他不是很强的媒体人吗？所以所以他的政见算写很烂。不过我说真的，因为国民党支持者呢，大部分脑子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应该也不在乎政见写了什么。你刚才说不要激化，哎，我先讲，不要激化，只针对柯文哲跟民进党。对，因为对我来说，国民党早就应该要不要扫入到历史的尘埃当中。我根本没有打算对他客气。我跟你讲，国民党如果有救，早就在过去这10年应该要表现出来了。我觉得他只有越来越恐怖。我所接触到所有的国民党政治人物。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妖魔鬼怪，我真的懒得帮他讲任何好话。我觉得换一个角度讲好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民进党他们就是可能比较愿意重视国防，然后比较有这个抗中保台的意识，那对我来说当然是很重要。可是当我们在乎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民进党可以选，这件事情会让人觉得很气馁。所以那好，先把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应该要把票投给时代力量的原因啊！可是时代力量就是，没有他们这半年来表现的，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当然，我觉得很棒，但是目前还没有办法成气候嘛，有很多原因。啊、那假设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就是会慢慢萎缩，那接下来可能取代国民党力量的反对力量就是民众党。那你觉得民众党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替代方案吗？就你的观察，不然总不能每次都说啊，因为民进党就是比较有抗中保台意识，所以我们只能选民进党。我觉得是一种被情绪勒索的感觉，会让部分选民不舒服。不投民进党，你就是不爱台湾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有种感觉，我觉得你可以讲那个蔡英文最后他 PO 的一个竞选广告吧，最后啊对啊三天，最后3天吧，他在 Instagram 我看到他的一个竞选广告，就是感觉他的那个影片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倒退走，所有东西就是 going reverse。对，如果我们没有选上的话，我们过去可能太阳化努力，我们罢免的努力可能就会倒退走，就有一种情绪勒索的感觉，就是呀、啊，我懂，我懂，我懂。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了8年，把台湾到这个地步，可是你跟我说，如果不投给你，我们那些都会消失，让我觉得说，我同意。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还是其实那个很有用，因为他们还是选赢了。所以 no， 他们其实我们太理性了。他们这一次很多东西我都无法。我先讲，我真讨厌民进党这次其实并没有赢。我刚不是讲说民众党大胜吗？对。但是我觉得民进党叫惨胜，惨胜意思就是说他只有总统选赢了，但其他地方都是大败。然后你知道我意思，就是其实总统选赢这件事情根本没什么好开心的。我相信他们内部应该是觉得很痛苦。而且我跟你讲，真的吗？真的吗？而且我跟你讲，他还有更糟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上这个节目之前，我还没有时间把所有的就是选举结果全部好好的认真分析或看完一遍。但我大致上扫了一轮，我必须要讲，民进党或者是一些无党籍或者是一些其他党的一些我觉得很优质的候选人，真的我有
接触过，然后或者是我有了解过，我觉得很优秀的人都没有上，反而那些地方派系的，嗯，你知道吗？那些经营的很好的，拐瓜裂枣最凶那种妖魔鬼怪还是都在。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对民进党造成很坏的一个影响。我会认为说，其实民进党他们应该要很认真的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到底错在哪里。我觉得其实你要想哦，其实你那个广告是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做那个广告，因为那是选举的最后几天了。你知道选举是一门科学，有很多学者都针对这研究很多了。有一个理论是大家在政治圈都知道的，选前一个月投票意向是不会改的，很少有人会在选举的最后一个还突然间被说服的，你知道为什么？嗯，所以最后一个月只做一件事，就是催票，催基本盘票，就是要叫他去投票。所以其实这你刚说的那个情乐影片，他只是叫那些本来就会投票的人去投票而已，他没有要说服你了。OK， 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其实这也符合你刚刚说的。其实他们，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在政治学里面早就已经是个常识，就跟 social media 刚刚的东西一样，你的 mindset 早就弄好了，对，不用再说服了，对，不用再说服了。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民进党支持者、啊、都各自有一些小白，其实他们对政治没有那么了解，然后但是问题是常会讲一些自己好像有点，好像以为很厉害的一些理论，我看了都觉得说哇。再花点时间做功课吧，但是你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啦齁对，因为大部分人没办法，就是没有时间研究这些东西啊。我只能说一件事啊，嗯，我觉得依照之前的合作默契啊，最有可能的情况呢，当然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蓝白可能会合作，然后会推派一个立法院院长出来啊，那个人是韩国瑜，嗯，然后我要怎么说呢？这个几率很高啊，这几率很高。没有，我先解释，就是说我相信民主的机制，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艰难的环境，民进党当初也是从零一路成长到现在的，所以他们现在自己打落神坛，然后自己要爬回去，也是他们自己的责任。我觉得这个不用来跟我靠腰，这样也不是我的问题。然后该帮忙我又不是没帮，对不对？然后没有人在我们这边帮，没有人。但听我讲，我的意思是说，可是你看哦，可是问题是。民众党其实事实上这种所谓的默契或口头上的承诺都是可以改的，那也就是说实务上来看，我现在讲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来看，就是说民众党是可以以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立委人数去跟两边叫板，嗯，就是说他变成关键少数了，对，关键少数。那我觉得如果站在一个假设，我今天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可以取代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大党，那我觉得他应该要善用这个时机，而不是给国民党一种就是，哎、欸、干 我们就会合作，然后韩国瑜就会是我们的立法院院长。如果你们是理所当然把这件事情变成这样，那我会觉得干你们真的是殉爆、哦。而且事实上，我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真的摸着良心讲，国民党那一排立法委员排下来这么多的垃圾，然后你跟我说跟这一群垃圾合作比较好。然后民进党比较差，我就会觉得说你们是认真的吗？可是你刚才说完民进党这次很多妖魔鬼怪当选，我跟你讲比人数我现在还没有数啊，好不好？但是总席次现在是国民党，我、哦、这是总席次哦，目前看到的是总席次52席，民进党51，民众党8，还有两个无党或其他。我因为你讲我看到那应该是蛮蛮预测型的，是不是？自由时报。我先讲，因为我怎么我虽然还没有认真去数过，就是数人头、嗯，但是你是怎么看都不可能，民进党的好人会比国民党的少、哦、因为国民党本来就是一群很烂的人、啊。就是以妖魔鬼怪来说，你以比例来说，可能他们比较高。所以其实最希望看到的状况，还是希望民众党可以跟民进党合作。我觉得至少不要跟国民党合作的那么理所当然，因为你好像规划 punky， 然后你到底？所以如果希望民众党跟民进党在国会上可以合作的话，彼此之间就不要再互相骂了，不然最后会打脸打到自己。对，其实这也是一个重点。到最后这样会很尴尬、哦、对，大家看到民进党跟民众党牵手的时候，那些现在在骂很凶的人就会说 Oh shit 我就因为我就说了，因为他们其实政见民众党跟民进党是比较相近的，是，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政策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怎么讲方向上的差别，对，可能有一些小地方不同啦，但是问题是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啊、举个例子来讲，像能源政策好了，大家都想说什么绿能啊，是什么弊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生能源说什么太阳能板也会有污染啊，然后风电如何讲的一副就是再生能源完全不可信任。可是我跟你说，在2030年的能源目标里面，民进党是希望再生能源做到 30%，
柯文哲希望做到多少？多少？30%，所以一模一样。他根本就是一模一样，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现在台湾的再生能源就5%、10%，然后要在这要未来6年之间做到30%。他们根本就是一样，他们该合作，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在这种角度底下，我也就表示说什么，你们的内心真正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要很大量的再生能源。所以我对于一堆人在那边靠腰说哦，再生能源不好，怎样怎样怎样，我心想说没有，其实你们不要一模一样，而且我顺便再把国民党拉进来，你知道国民党侯友宜的政见里面再生能源是多少%吗？多少？是27%，也差不多嘛。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嘴巴上一直在讲这些，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叽歪什么。他们在想的应该是谁执政，谁分配到的标案会比较多吧？对，大家在想的是标案而已。这样合作空间应该就比较多了吧？在国会理论上是要这样子、啊，理论上是要这样子啊。但是，我可这个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依照这个立法院生态，其实的确民进党有时候会有一些恶霸的地方。那恶霸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也不是不赞成你的提案，可是他不希望功劳在你身上。所以他会怎么做？就是他会提对案。对案的意思就是说，譬如假设好，同样是我某一个法案是资助这个绿能产业的，然后实在力量先提了，他其实可能就是跟他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差别。其实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针对这个案子，我们一起讨论，然后再修正一些细节，变成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样也可以嘛，对不对？民进党一定会是，那我自己提一个，然后过我的。我懂就常常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就很多法案就大家都会用自己的版本，大家都会说、那谁谁谁怎么反对那个法案之类的。我以为这是一个 negotiate 的过程，就是最后会融合出一个，就瞧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法案过。但我当你是国会，当你国会过半的时候，那时候可以不用那样做嘛。现在没有的话就需要这样做。好，但现在反过来讲，就是你知道吗，以前啊他们都很喜欢说哦，绿营过半想过什么法律自己不会过。我先讲这件事情有一部分对，但 也不完全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去看所有法案修正或者是成立的过程，很少是表决的。因为台湾其实是所谓的共识决，台湾的不管是在地方议会还是在立法院，绝大多数都是共识决。共识决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政治处理政治的手段，就是说我不是 遇到、我要推一个法案的时候大家就投票，然后就说、好好通过通过通过，然后这样子，不是这样。他们其实是你有意见哦，好了，那我们再讨论一下，然后呢一直讨论到大家都终于都没意见了。其实这叫共识决，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前提底下，那的确不是说过半就一定可以什么法案要过就过，因为你如果一天到晚都不是用共识决，那以后就会不停你，大家都会一直在互相斗争的情况，因为永远都是说我要碾压你，我碾压，那就不用讨论啊，那以后我永远都是议事杯隔你，因为你知道，因为在民主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其实为了要以防弱势的那一方。会被完全的欺负，所以也设计了很多机制让他可以去杯葛议事，让他可以阻止这个正常的讨论过程。所以其实通常来讲，除非是真的很严重的冲突，不然的话不会进到用表决来碾压对方的一个状况。什么情况会用呢？像譬如说同婚公投，因为同婚公投因为牵涉到太极端的意见对立，有一些人就是打死都不会退的，你不可能跟赖世保达成共识的，所以你要打赢赖世保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我碾压你。对，那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会用共识决，所以每次他们说你过半你想过什么法案就过，其实也不完全 是对，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好，那现在有一个 很有趣的状况，现在绿营没有过半哦。OK， 我觉得四年后我们就可以来讲说，那你们蓝白过半不是想过什么就过什么吗？那你们过了什么？你不是希望白绿可以多多合作吗？没有啦，我只是在搞笑啦，我不是真的这样说啊。但我就说，可是你知道吗？我其实在讲这样讲，也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是，其实你看，好像我们刚刚讲民进党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有点像是动物在互食，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喂食物的时候，你狗养的狗或者是猫，然后呢把它的食物护住，不给别人吃。有时候有养两只以上宠物的时候，家里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嘛，对不对？这叫互食。那大家都在做互食这个动作，可这互食动作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媒体竞争是一样，只要有人一个人开始做互食，所有人都会互食。只要有一个人只要对外常常在那边讲说，这个法案是我提的，这没有你的功劳，那于是大家就觉得说，那以后都要我自己提，不然我都不能讲。那不是很烦吗？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以后可以放下这些执念。这太理想化了，大家在选举每一个人都说什么证件是我的，结果每个人都写那个同样证件、你知道柯文哲支持者
这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有个很棒的地方是，他们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他们从一些这个政治菜鸡很努力的尝试，跟着黄国昌的直播去了解政治。嗯，我必须要说，黄国昌的直播多少是有一些就是带有他个人想要，你知道吗？传播给你的 message， 对对对，传达给你的讯息。嗯，但是你们能够从这过程当中去了解到一些政治实务，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不是只有黄国昌一个人的意见，所以如果你能从这过程当中呢，开始去看别人不同的讲法，然后呢，去对政治有更多更实务的了解。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那我只希望鼓励大家，就是说，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政治人物，他们用这些偏颇的方式，然后去做政治的工作，也是因为选民支持这样的行为。所以你们不要成为那样的选民，不要被轻易的带风向，然后觉得说哦，怎么样是好的这样。你真的是很浪漫的人。那就这样喽。OK， 好，那就这样喽。谢谢呱吉，谢谢，好，谢谢。